韩国牛肉拼盘套餐，这样子一份550。牛肉条。香哦！牛五花肉片，这牛肉条超好吃的 QQ 啊！有招待免费的小菜，饮品自取，年糕炒泡面，哇，哦，我们有加30元的起司奶奶，又辣辣的，它里面有韩国鱼板，都有年糕，韩国年糕。主要是韩国炒泡面，超好吃的，完全不会软烂，超 Q 的。韩国猪脚，刚出炉的哦。韩国双味猪脚，这样子一份520。韩国的酱汁跟台湾水果还有中药卤制，好 Q 哦，没有油腻感。这一盘有分原味还有辣味。韩国冷拌面，这就是拌一拌这样，然后还会拿剪刀拌一拌后，韩国人会切嘎得嘎嘎的，把面剪开，这样就可以开动了。韩国的荞麦面特别的 Q， 吃起来有点像绿豆粉的那种口感 ，QQ 啊！韩国糖醋肉180，里面都是梅花猪，又是一道好菜，开胃，很开胃，很惊艳的味道。当月生日打卡送韩式炸鸡。